近日，小 S 因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些争议言论，遭到网友抵制，品牌方也纷纷与其解约。青阳、寿辰斋等多个品牌宣布与其终止合作，网友在评论区一片叫好。有趣的是，在其中一个品牌大人堂的解约声明下，网友呼吁让其考虑与奥运选手合作，毕竟他们为国征战赛场。品牌方这个时候是显得有些卑微，由于自己产品的特殊性，回答道：“我们是觉得可以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觉得合不合适。”还有网友称他们需要的是粉丝，不是代言人。解约不到一天时间，该条声明已经有数十万的点赞。想不到这个品牌找代言没火，解约却火了，也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景象。事情不断发酵，小 S 的妈妈接受媒体采访，表示女儿现在因代言解约很沮丧，希望网友不要封杀她，也不要因此影响到产品销量。但此番言论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，那么各位对此事怎么看呢？是山东人。对，我是山东人。我爷爷郯城，奶奶济南。哦，啊，老祥见老祥，两眼泪汪汪。哎呀，真的。